世界衛生組織指出，食煙是妨礙健康和縮短壽命的主要原因。如果不食煙，就可以避免到 90% 的肺癌、75% 的慢性呼吸系統疾病、25% 的冠心病，以及很多其他癌症和疾病，因為它們都是由食煙引起的。不要再吃了。